这是一个改变的时刻，扭转寿险的未来。这是一个关键的时刻。既然我们选择了保险行业，我们不应该放弃，应该努力奋斗。我们的团队要成为父母的骄傲。各位伙伴，改变的钥匙从我们开始，让我们一起迈向成处之路，加油！成为年轻人的标杆，成为这世代有影响力的人，这世代有能力的人。感恩分享爱，让我们的团队把爱传出去。不要缺席，更不要放弃，我们需要你的参与。离成处只差一步，只要一个决定，就可以创造花莲寿险传奇。这成处的钥匙已寿险传奇在我们每个人的手中。古镇区，我们准备好了。好了。诗婷区，我们准备好了。豪杰区，我们准备好了。River Team，我们准备好了。Go Go Fighting！财鹰区，地轮区，国祥区，我们准备好了。小梦区，小梦区，嘉颖区，我们准备好了。我素娟，我素心，我琼芬，我佩芳，我素兰，我秀琪，素娟君，我们准备好了，耶！好，各位同仁，大家早。早。我们要在准备要陈述，对不对？对。陈述需要什么？团结。什么？FYC 努力 努力努力努力，还有我们的整个一气呵成，这样子哈。所以我们陈述的话，我们整个业绩每个月一定要在70万左右。好，那我们的能力呢？我们的目标就是各个晋升。哦，不是在除了在上一阶段是各个晋升，表示什么？优秀也是要晋升，有成也是要晋升，只想要晋升，秀景也是要晋升。我们要在这个陈述的这个阶段，我们每个都要晋升。大家如果你没有这个信念的时候，你们相信，不管你在年底有没有晋升，你一定有一加二以上，很可怕的。好，所以要顺着这个很强势的风吹上去，吹上去之后呢，当我们成住之后，看谁成住，看谁国政，看国政，实体国强，每一个生出来各晋升。好，但是这个行业很奇妙啦，谁先冲出去还不知道。好，重点是坚持不断的深远的人，行销的人必会。好，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好的开始。那也是在我们在6月21号试试的时候，是给大家一个很棒的一个转机点，你要把握这个机会，好不好？好，谢谢大家。